王子熙，这个地方好不好呀？这是姨姨上班的地方。走上去，上去，上去那个浩哥哥，呸，浩叔叔，他那屋里边有好多零食，我给你拿个吧。啊？哎，就那个。对，刚刚上那边去的那个叔叔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上东西多不多？好不好？停，刹车。这里，这里，进去吧。侯总好。嗯，这是俺姐，长得像不像？大号王老师。像不？咦，不用看，我都已经试穿了好几天了。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我穿了好几天了，可舒服。嗯。啊，咱实验实验。嗯。啊，让咱今天穿一双试试。中。今天穿多少件？这个真漂亮。这个漂亮。新百伦。这个领跑者。新百伦领跑者。确实合适。对，看看穿着舒服不舒服。肯定没有我的鞋号，要不然我早都穿了。我的有前边有四穿四穿。有他穿的呀，你也试试。你这前边没咋穿。你毫无体验感，有点开心呀。正好没鞋子了，穿了好几天了。哎，要不然。现在脚怪小了。我本身就大，好不好？一会儿走。现在也比我好看。现在也比我好看。我都穿了我穿了有一星期了。漂亮，舒服，舒服不舒服？代理都中，以后欢迎你来体验各种东西。你那鞋买出来不便宜吧？我的天哪，你怪舍利啊！买个肯定是那个姐夫买的。那肯定呀，肯定。我不舍利，他不买的。嗯。老姐姐都穿一星期，到时候看看啊怎么样。啊，多穿几天。反馈给我们。对对对。一会儿咱就试一试。好。嗯，你也是个，难怪你。我这个是三七的。好几百吧。我这个。啊、哦，也是这，啊、哦，这鞋款式也可多吧？啊、哦，它颜色拼接不一样。嗯，你拿那个也可好看，能不能每一双都让我体验一下不同款式上脚的感觉？成本价。好，一会儿走啊。姨给你的东西，还有那叔叔给你的吃物，多不多？就是吃的，看一下吧，吃物都。进去吧，走吧，提着啊。